大家好，我叫周辉，来自于北京，今年49岁。我从今年5月份开始摄取爱健康的 NMN 的基因平衡胶囊，每天摄取一粒，早晨空腹含服。那么摄取了2个多月以后呢，就陆续发现自己呢有了相应的变化。首先，胳膊上的脂肪瘤大的变小，硬的变软，因为脂肪瘤呢已经在我胳膊上、腿上等四肢呢将近30年了，我呢胆囊息肉，脂肪呢堆积在四肢各个地方。那么，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前列腺得到了非常良好的改善，因为在服用之前呢，我呢小便之后还滴滴答答，那么在服用爱健康的 NMN 基因平衡胶囊之后，那么小便之后呢没有任何的滴答，所以前列腺得到非常好的改善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第三个呢，那么我皮带现在系上最后一个扣，那么裤子还有时往下掉。后来听了介绍和讲座，才知道原来爱健康的基因平衡胶囊还有减脂的这么一个神奇的功效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我的指甲长的速度比以前快了。那么我个人呢，精神呢，每天的体力，那么都非常充沛。睡眠呢也很良好，除此之外的话，饭量也是在逐渐的增加，今天的饭量跟服用前的饭量，简直是相差有很大的区别。那么，还有就是我头上还陆陆续续出现了这些这个头发茬儿，我非常开心的高兴。那么，爱健康的基因平衡胶囊在我摄取的这一段时间以后，那么以前脱发的现象得到了一个改善，现在新的头发开始在我头皮上出现了，所以我对爱健康的基因平衡胶囊信心满满。我也期望通过我的分享，能够给周围的亲朋好友带回健康，也期望自己能够活回20年前那股年轻、充满活力的朝阳的状态，也同时也期望自己能够有延寿延年、益寿延年。爱健康的基因平衡胶囊让我能够高质量的多活三五十年。谢谢大家。